Guys, I'm Nicholas. I'm Kelly. And we are K-Mosa. We are flying Taiwan to Singapore. Then we got a layover in Singapore there. Then we are off to Melbourne, Australia. See you in Australia. Can出国了，计划了一年多，因为想念好朋友，而且对澳洲这个国家的印象都是由网络啦或朋友口中所说而想象而来的。对这个距离台湾不远的国家也感到陌生，最后下定决心，决定前往澳洲旅行。 当我们第一次抵达澳洲时，立刻被这个美丽的城市所吸引，看到了无数的美景和自然奇观，例如 Hanging Rock 和墨尔本百年古迹 H&M， 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和阿德雷德山谷，还有澳洲的野生动物等等，都让我们感到惊讶不已。 美丽的景色外，也对澳洲人的热情好客感到印象深刻。在当地旅行的期间，也特地的拜访在台中结识的澳洲当地朋友，并与他们交流文化和搬回澳洲的生活经验，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回到老时光有家的感觉。然而，也发现了澳洲一些独特之处，例如开车。 注意到澳洲人开车的习惯和台湾有所不同，在澳洲驾驶室在右侧而不是左侧，是有一些不习惯。还有你想象不到的好笑一件事，餐厅拍照，这点是我们离开台湾才知道的事。澳洲没有人在餐厅拍照录影的，只有我们两个啦。为了观众，当然要牺牲奉献啊！当然，我们两个也成为了注目的焦点。 最后也发现澳洲的价格水平比台湾高出许多，特别注意到当地的餐厅和超市的价格普遍比台湾贵，但是澳洲的商品品质和服务非常棒，也感到物超所值。总体来说，在经过两周的旅行后，渐渐开始想念台湾。台湾虽然不像澳洲这么大，但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尤其想念台湾菜。 也想念台湾的便利和人情味，对澳洲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在这个国家有许多独特的地方，也有别于刻板印象西方国家比较冷漠，非常欢迎和友善。希望有机会再次前往澳洲，探索更多这个国家的魅力。 Back inside we go. 现在回到台湾了。当我们再次踏上台湾土地时，感到一股莫名的亲切和归属感。终于明白，平常时我们都对身边的人事物视为理所当然，短暂的离开台湾又回来，让 K-Mosa 更加珍惜彼此的感情更紧密，也更加感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很高兴能在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上分享这段旅程故事。The rain won't stop us. Hope you enjoy coming along with us. I'm gonna go to bed. Remember, no try, no no.